老田，这是田老师皮皮田吗？阵容的话，囚徒、佣兵、空军、心理。哎，你别说，这阵容打博士还可以呀，真还可以。囚徒这个角色呢，博士要控场，囚徒远程连。哎呦我去！这边的话，这个电是打在了永动状态上，第一刀打中囚徒，现在位置被压，博士打出永动状态，一个重击，直接冲刺砍出了一个震慑。那这样心理这边密码机还被干扰到，蓄蓄指，这是指蓄。一个重击，心理躲掉。博士的话，这边再补一个重击。好的，心理这边的走位虽然说很漂亮，但是这个开局对于穷人来讲还是比较难打的。我本来想说这个阵容好打的原因，是因为心理这个角色、佣兵这个角色、囚徒这个角色，其实打博士都不错。但是呢，博士这边确实开局的一个击倒很顺利啊，然后还干扰到心理的棋子这边追着心理打，对吧？你这边囚徒什么时候起来？我回头针对这个囚徒，这局怎么地，博士都不会输了。这里你敢翻？翻就请你吃个。这里追一刀，心理感觉得走了。最好走。你要针对这个心理打的，这心理有应激，对吧？你打他也不是。然后呢，这边这个囚徒万一找不到了，清能量拉冲刺过来排耳鸣，囚徒这里耳鸣快有了，拉消失，回头好，通过耳鸣的一个出现，排到了囚徒的位置。这波排点的话，看视频的观众可以看一下，蛮细腻的。很精准的就排到了这边的囚徒啊，囚徒现在的话电还有点用，好，这边永动状态已经有了，怎么说，一刀破板以后重击压住吗？重击压，好的，再补二刀囚徒，算一下，因为这边的话呢，毕竟没有击倒这个心理，心理这边状态补起来，外面三个满状态，心理继续回小房补自己的机子，空军，哎。等会儿空军什么时候过来的呀？这个空军，抱歉，我刚才没有留意到这个空军的位置，他不能是想要过来交枪吧？那一花，这波空军当时是在墓地的吗？我没留意啊。这个位置空军这边被击倒的话，囚徒首先是交自己的，佣兵和心理的位置，其实博士这边通过密码机的抖动是能排出来的。那也就是说，现在这个囚徒要起来，只有是什么呢？空军交自己去把这个囚徒给摸起来，博士这边求稳的话，守住这个囚徒，然后空军这边交自己。你就这么自信吗？对对对，先，哎，对对对对，啊，对对对对对，摸起来，好的。这个囚徒是不能让他活的。这个囚徒活，它有两点。第一呢，它是一个淘汰点，你没有把它处理掉，它是一个活口状态，补起来可能比较麻烦。第二点，它可以给密码机连线。再回头的话，我觉得其实是会更好一点。回头针对这个空军打。当然这边击倒这个心理学家，其实空军这台机子有没有可能让他修完？如果空军这台机子能压住这个局，依然是一个博士。稳多的局，但是如果空军这台机子能修掉，那就不好说了。讲道理，这个时候传送好了，直接传送落地去找这个空军了，不要等了，没必要等。留传送吗？留传送，留传送，这台机子修掉，这个就不一定了，因为毕竟这台机子如果压着这个空军倒地，是一个哎漂亮。啊，确实打得很凶狠啊，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线生机留给穷者。第一呢，佣兵手里有个薄命；第二呢，心理这里刚刚没有给大家讲，心理的移情打博士也有它的作用，对吧？因为心理用移情倒地的话，它是不算那个倒地次数的，我没记错的话啊，是这样子的。这里的话再找佣兵，那空军。应该还是拿下了，机子还是差的有点多啊，机子还是差的有点多。好久没看博士了，上来博士爽局。哎呦我去！
那边的话开始补状态，一个跳劈砍到佣兵，看一眼密码机，敢不敢直接传？这里空军状态补起来，你不确定到底是翻箱子还是怎么地？不对，这空军是交自己的，那肯定是状态补起来的。这里佣兵倒地能交自己，起来以后抢机子，一个重击啥都没打到，再补重击。那这里的话要先淘汰这个空军，这边一个冲动蓄力刀打一刀，70点的能量。因为空军这边没有飞轮啊，所以说要操作起来还是比较难的。怎么说，佣兵起来，哎，还是这把博士的一个正节奏快啊，就是他的一个击倒节奏快，以至于穷者真的没有什么太多的操作空间了，就一直被打压，一直被打压，压着压着压到后面就已经淘汰掉囚徒。基本上呢，在我看来，当时那个时间点传空军就结束了的，传空军就结束了的。因为这样的话呢，最多最多两人开门战，博士这边应该是一个偏三。现在的话呢，就守住密码机的话呢，应该是一个偏四，啊，应该是一个偏四。佣兵手里还有手搏命，交不出来了，这把佣兵连搏命的机会都没有，就全程被压着打。喝口水，最后一个收尾。哎，博士真的很难的，他的一个节奏就非博士玩家打博士，你可能在操作层面上面能够跟得很牢，对吧？哎，本身有操作基础的情况下，哎，练一练抓人没什么问题，但是你会发现打着打着以后，哎，这个节奏就是不对。求者这边只要不散，他们就能把密码机修完。好的，那么本期视频呢到这边结束，感谢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